那我们今天又来到我们的抠舌交气球第不知道几集了，好，没关系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教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教的是，现在我们非常红的哦，是什么呢？哦，各位应该在脸书上应该会有看到许多的贴图哦。这个贴图呢，就是我们2017年2月份的时候创全球哦一股风潮的，就是我们的热色歌。没错呢，那这个垃圾歌呢，刚好在我播出来的大概短短的几天呢，就创下了大概50万的浏览数量哦。好，就真的证明哦，不管是台湾还是世界各地，都代表这个垃圾歌非常的受欢迎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废话不多说，就是教大家怎么做垃圾歌。大概是六下左右哦，六下左右。好，打好之后呢，我们大概剩余的大概是，大概这么长，大概是6到7根手指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从头开始做。首先呢，大概是三根手指头为一个节拍。接下来呢，再2根手指头转一个节拍，然后做熊二节。好，OK，接下来稍微压一下。平均一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用大概8根手指头左右。好，那这个8根手指头呢，我们要做四等份。那四等份呢，你的长短会影响你最后的我们的歌头哦，歌头的长度。OK。好，那我们一样，先做一。然后做好第二个的时候呢，绕熊二节一圈。那接下来呢，一样，这边切齐，然后这个穿过去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一样再绕回来，然后转好，再绕一圈。最后呢，请把它压一压。垃圾歌就快完成了，最后一步最重要。OK，怎么说呢？来，接着请把它。用这样子，然后压压，好，垃圾歌的口就出来了。就出来了。好，接着呢，很简单，接下来我们就是做，拿出我们的白色跟黄色为一组做它的角，OK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白色先灌个，哦，我们可以灌个2下到3下都可以，没关系。这个2下到3下，OK，一样，2下到3下，OK。接着呢，我们初学者的话，我们就是会建议把它绑起来。好，那当然你是专业的，就直接塞进去就好。好，初学者就绑起来，很简单，左手拿白色，右手拿黄色的，左手的气球握住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左手去抓右手的气球，右手去抓左手的气球，然后接着很简单，从下面绕上来，绕上来之后呢，再打一个平结，打个死结来。然后接着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我们就要运用苹果节的技法。那你打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稍微就是，不要打太紧，不然等一下不好塞。OK。好，接下来的时候，我习惯这样做。
我们要用这一根手指头做苹果结，那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就把它，塞，用我们的食指用力的，当然你不好做，你可以靠着身体做也可以，好，你可以，塞，好，我们就是塞大概这样的长度进来，好，这里，好，接着呢抓住。然后抓住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把它转一转，转一转，然后再用大概两根手指头做一个熊耳结，OK， 然后做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从这边把它去掉，就不要了。那这边呢也可以打个结，然后这样就先放这样子好了，还是继续做，先做。接着呢，我们把气压一压，压到最下面。好，大概呢，我们剩大概六到七的手指头左右 ，OK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用这个夹缝，中指这边夹缝。夹着，然后接着用两指符，两指符，第一个解放，第二个解放，第三个解放 ，OK。接着呢，请用专业的手势手枪，抓住这边，然后剩下的这边就是抓住这边，这边拿绳子，好，绑好之后呢，这边再用。两指符的左右，做一个解套，不要太大。做好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剩下的不要。那这边呢，就把它打个结。交缠，把这个推过去，拉一下，割角就出现了 ，OK， 好 ，OK， 那我们这上面呢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交缠的动作。接着呢，很简单，我们就把我们的，刚刚做的这边呢，从中间把它穿过去，穿好之后呢。然后这个丑的地方你把它修一下，是不是有点 feel 了？脚可以到时候再调整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就拿出我们的这个圆点贴纸 ，OK， 那你就是可以用黑笔。那当然你可以，那如果你要剪 seed on 那上面也是可以哈，那不然你就是直接用画的也可以。呼呼呼，叮叮。是不是有 feel 了？是不是有 feel 了？好，最后呢，最后一步，我们破掉了这些呢气球呢，最后要做它的鸟嘴。那鸟嘴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有网友说是不是用纸做的？不是用纸，我们都是用气球来解决。OK， 好，那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先把它
这个多余的我们先把它剪掉，好，把它剪平。好，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最重要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，哦，要剪一个斜角，哦，要怎么剪呢？这个剪的好看呢，鸟嘴就会很像了。所以我在教的通常都不是，不会教到很难的技巧，可是呢，都是一种概念。好，你学会了之后呢，你就应用在任何地方了。OK， 好，鸟嘴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是后面大概，我们大概就是它鸟嘴，这边大概成，大概两个手指头左右的长度。接着呢，很简单，我们就是把这个嘴把它折出来，好，请温柔的对待它，折出来，那折出来呢，它就有点硬度了，所以基本上呢，粘上去就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剪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最后可以用我们的双面胶，或者是有钱人用点胶，那我们用双面胶好了 ，OK。那我之前做的时候，我是用直接用胶水粘上去的，所以不太会有痕迹。这个鸟嘴就好了，接下来就把它贴上去。锵锵锵锵，我们垃圾哥就完成啦，太棒啦，耶！摇起来。好，今天教学影片就到这边为止。OK， 加油，把作品传上来。